像杨柳这样的人都没单位要他啊，他好歹也是全国劳模呀！哎，你说，工人们找不到工作，那是不是我的错？哎，这么多的工人，也不是一招半息都能解决的事。哎，你下一步怎么打算的？我，做了一辈子的正工，手上一点技术都没有，再说。 你家里的情况也不好，这样吧，实在没有办法，我再去找找赵师长，啊，别，赵师长已经为我们考虑的太多了，算了，还是我自己想办法吧。哎呀，老吴啊，连你都，哎，你说我这心里头，我这当厂长的，哎，算了，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李志，你原来就认识夏青啊？我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啊？哼。 他是我姐姐的同学，毕业以后，他在一家工厂做团委书记，合资的时候，他没能保住团组织，就从那家企业辞职了，去了一家法国公司做首席谈判代表。他每次都独来独往，也不愿意和我们做过多的接触。哎，小军，在团机关工作一样可以实现你的梦想啊。但我总觉得还没有到时候。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？ 我也说不清，但我觉得事情还没有做完。不是事情没有做完，是你在那里没有尽情尽兴的发挥。好多你想做的事没有做成，你的脾气我还不知道吗？不达目标绝不罢休。你说我这脾气是好是坏？那得看地方。来团市委工作吧，别放过这个机会。在这里你可以和更多的团员青年打交道，而且可以充分发挥你的热量。 谢谢。哎，早饭你干什么呀？你给我回去，我还没玩完呢。哎，玩了多久？你？哎呀，你给我干什么呀？回家去！回家去！我还没玩完呢。哎，爸，你别拉我！你给我回去！别拉我！我，你，我自己能走。回家说。嗯。别人都在找工作，你成天泡在网吧里，你好歹出去走动走动啊！ 打游戏也能赚钱，你知道吗？你懂吗？你那点钱啊，还不够你吃喝的呢。人活着不就是为了吃喝吗？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。你不是都找到工作了吗？你还管我干什么？我找到工作，你就可以不找工作了。我这把老骨头还能熬几年呢。那就等几年，你退下来了，再换上我不就行了吗？ 现在工厂都是合同制，你还以为跟以前一样啊？你看你玩的，比我还落伍。那你就跟你们厂的领导说说，把我也弄进去不就得了吗？我现在不是车间主任了，我去求人家，别人不买我的账，就算买我的账，你那点手艺，经得起你荒废吗？一点手艺都没有，你让我跟谁去说？啊？我倒是想练手艺。 可是厂子都没了，你让我上哪儿练去啊？你去找单位，你去了吗？你怎么一点出息都没有啊你？我没出息，是，我中专没毕业就被你拉着拜师傅学手艺，说学手艺比上中专有用，学手艺能在厂里吃一辈子。可是现在厂子都倒闭了，我呢，才初中毕业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，初中文凭说出去都丢人，我上哪儿找工作去？ 那是你中专没读好，好几门都挂红灯，你就不能再花钱让我复读一年呢？你就是舍不得花钱。一年一两万，家里哪有那么多钱让你糟蹋呀？你看你这样子啊，就是再读三年，你也毕不了业。我让你拜师傅进工厂工作，哎，难道还是我错了？当然是你错了，我找不到工作都怪你。现在本科生都难找工作，我一个初中毕业生，我拿什么去找工作啊？ 现在找工作不光看文凭，还要看真本事。没本事啊，再好的文凭也没有用。我知道，我前两年没好好学，可是现在用人是先看文凭再看本事，我手上连块敲门砖都没有，我怎么去找工作啊？好，我不和你吵，我让你去上学，你要是再不好好学，你就是饿死我也不管了。
你这两天去哪儿了？我这里发生了好多事情。对不起，我出差了。我就特别想和你说话，我觉得你仿佛能看见我和我身边的事情。我有那么神奇吗？我觉得有。来，再让你猜一件事，我今天在敬老院见到法方的那位女翻译了，平时她可是个不苟言笑的冷美人，可是今天却完全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说来听听。我先让你猜猜她的另一重身份是什么。我怎么会知道？你当然知道。来，猜猜看，提示一下，他还和我们一样，有可能来这个团员聊天室。你都知道了，还这样和我说？算了算了，告诉你吧。他不仅和我们一样也是团员，而且还曾经是团委书记，你说巧不巧？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既然想到让我来猜，你觉得这样好玩吗？他常年照顾敬老院的一位老人，所以我觉得他和往常的感觉不一样。还有呢？你一次性说完呀。没了，才见他一面，哪里能知道那么多。就这些。就这些。你觉得他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他这个人呢？以前感觉是个女强人，冷冰冰的，现在倒是让我看到他善良细心的一面。有你说的那么好吗？有啊，你见到他，你也会有这种感觉。我才不要见。对不起啊，是不是夸得太多了？是。小军啊，今天去市里有没有什么合适的工作机会啊？哪有那么多机会啊？金副书记就没有给你点什么好的建议吗？他说让我坚持自己的决定。哼，坚持？他不知道你坚持成现在这个样子吗？当然知道了，所以他更加支持。哎呀，真是不是自己的儿子不心疼啊。得了，人家这是客观的看待问题。哼，你干什么呀你啊，你从下午一直跟我闹到现在，我没搭理你，你倒是来劲了啊。我不要跟王师傅去。多少人抢着跟王师傅当徒弟一起去市里工作，你怎么就看不上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要是不去，要去的人会抢得打破头。这是王师傅他想着你，把空缺留给你，没敢让别人知道。他要是说出去，他家的门槛都能给踏破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谁爱去谁去，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找。哎，你。
你自己找是不是？啊，你找这么多天了，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汽车厂你是没有指望了，汽车修理厂一共也就那么几家，那么多的人，你跟谁争去？啊，你又能争过谁？啊，我可以不坐汽车。你不坐汽车，你坐什么呀？我坐什么都行，那么多的工作。哼，多的是，是吧？你连一个装配工都做不了，你还能做什么呀？这几年你待在厂里，不是妈时刻帮助你指点你，你呀，你早就待不下去了，儿子。我是不行，我怎么能跟您比呢？您是全国劳模。哎，张岩。啊，张岩，我腿又疼了，你去帮我拿药去吧。一会儿去。妈，你说说。你拿的奖状比他们谁都多，那怎么王师傅、吕主任都找到新工作了，你到现在还没单位要呢？谁说我没单位要了？你说什么呢你？先看看啊。你的信啊还没来，你啊再耐心等等吧。一有了我马上给你送过去。不急，我是来问你要不要买点菜。我呀，嗨，我家的菜呀都是我老婆子买的，要不回头让她上你那儿去买去。哦，不用，谢谢。早就出去了，他是不是找王师傅去了？对，是去找王师傅了。算你个懂事儿。来来来，哎呀，哎，杨柳，坐坐坐坐坐坐，哎呀，尝看看啊，全国劳模，你的这些成绩啊，我推荐你的时候啊，我怎么可能不提这些成绩呢？啊，那还没有一家单位肯要我吗？哎呀，可能是这样吧，主要啊，是因为你是女同志，人家可能要照顾这个女同志的体力。那我当年拼命工作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有人把我当女同志呢？啊！哎，杨柳，哎，听我说，哎，杨柳。
杨阿姨，杨阿姨。小君呐，你说杨阿姨，杨阿姨老了吗？啊，没有，您别乱想，你还年轻呢。年轻，小君呐，你和张岩都快28了。阿姨，我也该老了。爸，您吃完再看吧。爸，我听说杨柳阿姨的工作还没有定下来。小军啊，就连像杨柳这样的颧骨劳模都找不到工作，所以爸爸才着急呀。您吃吧，啊。哎，我吃完了。切！你还有心思在这切？怎么了？人家都忙着找工作，你倒在这里耗着。过过这样的小日子也不错嘛，干嘛要出去找工作呀？你看看我们厂，真能出去的有几个人啊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别人出不出去我不管，你不出去就不行。哎呀，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去哪儿都一样，反正我也干不了几年了。还不如在家陪陪你，顺带着帮你把这个小餐馆经营好，怎么样？我用不着。嫂上菜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快点。来了。来。嫂子。我说你们几个，从下午喝到晚上，也不出去找工作呀？到哪儿去找啊？都这把年纪了，谁要我们呢？说实话，李总。我们在这个厂子干了一辈子了，就是想出去，心里头也放不下。是啊，就等儿女们找到工作，我们就安心养老了。到时候我天天到你这儿喝上几杯，怎么样？老君啊，明天我就去市里的人才交流市场看看。爸，别弄了，挺晚了。这么着，我还是先在网上帮他们查查看，那个网上的招聘信息啊也挺多的。这么着，你把那个资料先给我啊。网络，网络，现在什么都是网络，早晚有一天，人都得让网络给网进去。嗯，你看看咱们厂这帮小年轻啊，一停工，什么地方都不去啊，全部跑到网吧里去。哎呀，来，我那天还看见老吕啊，把他那儿子从网吧里给揪出来了。说不定天宝也在网上找那个招聘资料呢。我看不像，倒是王龙、张岩这两小子还有点出息，都出去找工作去了。张岩可能去了吧？那王龙也去了？别看这小子平时倔头倔脑的，关键时候还知道自己该干嘛，死要面子。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啊，我就想看看你们什么时候复工。什么时候复工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啊。你去忙吧，我明天再来。啊，你这个车啊，是电瓶坏了，得换一个。
这么快就坏了？我还没开满一年呢。你买的是国产车吧？是啊。哎，那就太正常了。那可怎么办呀？王龙，你帮这客人把电瓶给换一下啊。啊。我或许能修好，要不我先给你修修看，不行我再给你换一个，好吧？啊，好，谢谢你啊。陈北，陈北。你也天天跑吧？啊，顺便看看招聘信息。我已经发出好几封求职信了。你发出去的有回复吗？有啊，挺快的。但是还没有遇到合适的。哎，小军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其实啊，我就是为这个事。我想请你帮个忙。在网上呢，为我们工人啊也发个信息。好啊，那再找几个人。那么分头去找人，在技术部集合。哎，啊，好，谢谢啊。哎，请问你们厂有没有叫寻找钥匙的人呢？这是人名吗？哎呀，反正我也不知道是不是。你听说过没有啊？没有，这是网名吧？网名就不好说了，有人会经常换的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听说过没有啊？你给我回去！哎，哎呀妈！哎呀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说干什么？你成天在这儿晃荡，你还要不要去学习了？你以后还要不要找工作了？哎，我知道，我这不是在等他们复工吗？谁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复工？你就不能换家单位？你非在这个半死不活的厂里耗着？哎呀妈，你别拉着我，别拉着我，你松开，松开呀！万一资助我的人就在里面呢？停产通告写在那儿呢，人要在也早走了。哎，哎，请问你们进厂干什么？是不是要开工了？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去。哪里开工了？你是谁啊？哦啊，阿姨啊，我们有一部分人呢已经复工了，那个通告呢是贴给外人看的。我看过他们学校的介绍信了，您放心，要不先让他来实习啊？好吧，放心吧。啊，这样吧，我们先去开个会，好吧？啊，好。您放心，有事呢您给我打电话啊。哎。巧心，哎，再见。你为什么非要来这里工作？因为我的恩人在这儿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恩人，他叫什么？这名字有点复杂。啊，你就说吧。就是啊，哎，只要有这个人，我们就能查到。对，就是。哎，你说，他是一个网名，叫寻找钥匙。哎，寻找钥匙。这个人资助我上完高中，一直到上大学。这网名上哪儿查去？哎，怎么没人资助我上大学啊？啊，真是没天理了。其实，谢谢。哎，你叫这个网名的人很多，我也查过，可是我不知道谁是前进厂的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韩巧心。哎，巧心，是不是你的恩人已经不在我们厂了呢？是啊，我们厂的人员流动也挺大的，这也没法查呀。不管他在不在，我都要留下，留在他曾经工作的地方。老冯啊，哎，你说的这个公司可靠吗？是我的一个朋友，绝对可靠。他们专门负责给人介绍工作，叫什么猎头公司。哎，门路很广啊。哎，要不咱们先试一试啊？对呀，先试试看。哎，不成啊也没有关系。
哎，那就试试吧，回头把工人的资料都给你。哎，成。你真的去航空公司上班了？哎呀，人家怎么就看上你了，儿子？怎么就看上我？你以为你儿子只能在车间里工作？是什么航空公司啊？什么公司？就是好几家大航空公司合在一起的那种大公司。是吗？那你在里面做什么呀？什么都做。先从基层做起，慢慢来，不着急。什么不着急呀？你要踏踏实实、认认真真的给我干啊！别以为进了航空公司就进了保险箱了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哎呀，跟妈怎么说话的？现在不说，以后就没机会了。对，妈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，都赶紧跟我说了吧。我要交代的东西多了。哎，来来来，我来来。怎么连个领带都不会打呀？这套西服我就结婚的时候穿过一回，我哪会呀？那我怎么就会了啊？凡事啊都要用心，不会的东西就要学，学不会别给自己找借口。你别以为进了航空公司就有能耐了，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啊！知道了。行了。哼。哎，妈，你这打错了吧？怎么错了？就是这么打的。这是红领巾的打法，多难看呐！哎，你是去工作，又不是去选美。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，要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，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，知道吗，儿子？啊，欧了，妈。对啊，对。行啊，那个公司啊。那份简历怎么样？是，马上办。不过那份简历早交上了。能给多少钱呢？哎，这两天你们谁看见陈北了？对不起。一别多年，不知再见又是何时。我原本以为由于两岸的关系，这一生都无法再回到我的故乡了。这几年由于政策的开放，两岸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很多台湾商人都回到大陆投资发展事业，所以我也向当局申请了回乡的名额，近期就有望在故乡和你见面了。上个月家父先逝，遗嘱中嘱托我一定要将他的骨灰葬在杨家岭。落叶归根本无可厚非，只是杨家岭也是当年少工团战士牺牲的地方，这一点我实在为难。等归国后还请你帮我想想办法。不知道这件事杨书记、赵院长和彭总会怎么看，一想到这里就忐忑不安。哎呀，赵大姐。哎，我说啊，你呢干脆啊搬过来算了，总这么跑多累啊。不辛苦，我这是在锻炼身体。来来来，哎，董军啊，是不是压力太大？啊，我看你脸色不好啊。
哎，我啊，彭总啊，是这样，米华要回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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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好事儿啊！哎呀，这么多年了，不知米华这孩子长成什么样了，我还真想看看呢。你看看你，你是担心米华回来了，小军的事儿吧？哎呦！我这老糊涂了，我真是老糊涂了。其实啊，米华一直在说，这一辈子都不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小军。哎呀，可是我和慧兰一直都在想啊，真要有那么一天，米华从台湾回来了，怎么也得让米华他们母子见上一面，让小军叫米华一声妈，啊。 我看出来了，你是不是担心小军跟他妈跑了，然后跟我一样成了个孤老头子啊？哎呀，说句心里话，我一个人过也没什么，怎么都是个过。只是这些年了，我已经把我自己当成小军的亲生父亲了。我这么做，是不是有点自私了？ 小军他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他不会忘了你的养育之恩。他不会的。我在想啊，真是让他们母子相见了。小军要是知道了我和慧兰不是他的亲生父母，不知道这孩子的心里能不能承受啊？嗯，哎呀，我这心里烦呐。哎呀，烦什么呀？哎，等米华回来呀。 先安排他们母子见上一面，我想事情不一定有你想的那么糟吧。别的孩子我不敢说，小军呐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这孩子懂事，有孝心。而且啊，再大的事，他也能应付好，放心吧啊。 其实，米华这次回来还有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，他父亲死了，他要把他父亲的骨灰安葬在杨家岭。什么？什么？安葬在杨家岭？陈宗汉可是老书记的仇人呐，真是得好好考虑考虑。他什么时候回来？哎，就这几天了。哎。 哎呀，该怎么办？嗯。爸，吃饭了啊！您找什么呢？ 哎呀，我的眼镜找不着了，这人老了记性就不行了，帮我一块找找，刚才还在呢。刚才您不还戴着呢吗？是啊。再找找，应该就在。哎，麻烦您看看您的左手。哎呦，哎呀，哎。 小军啊，这就叫做骑着驴找驴，爸爸老喽。哎呀，担心啊，要是哪天你不在我身边喽，我连个老花镜都找不着了。赶紧吃吧。您又找什么呢？吃饭啊？啊，汽车杂志。 刚才还拿着呢，这回手里可没有，快帮我找找啊！您吃完饭慢慢找吧。我还约了个人呢，您在找的过程中也能体会一下我刘小军啊不在您身边的感觉，好吧？哼，走了，您慢慢找啊，别着急，走了。
你俩作伴啊？看样子，最后还是咱俩作伴啊！我敬你一杯，陈北。 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啊，不一定，刚去，肯定要忙。忙就别回来了。家里的事啊，你不用操心啊。你单位在哪儿啊？我回头啊，去看看，和你们领导谈谈啊。妈，你跟我们领导谈什么呀？谈谈你的工作情况啊。万一你一开始没做好，我还好帮你，和你们领导汇报一下你的实际情况，帮你说说情。 妈，我还没开始工作，你就认定我做不成？你真是，好歹我也算进了航空公司，你连句夸我的话都没有。夸什么呀？要不骄不躁啊！哎，要不这样，我今天呐和你一起去看看啊。妈，不用了。哎呀，我去看看，今天不和你们领导谈。哎呀，妈，我这么大人了，第一天上班就有老妈陪着，像什么样子啊？ 也对哈，那你自己去吧，工作呀要用心点，知道了吗？啊，去吧去吧，走吧走吧啊！再见啊，慢走，再见啊，慢点儿，回去吧回去吧，走吧走吧。刘厂长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猎头公司业务部的贾经理啊。哦，你好你好你好啊！来来，这边坐，贾经理，这是我们公司的吴书记啊。来，这边坐。 老方，去倒点水啊！哎，哎呀，贾经理啊，你这次来的可真是太及时了。哎，是啊，是啊。你的档案材料我都看过了，我认为你非常适合在我们厂工作。关于待遇问题，这样，我跟人力资源部再商量商量，你看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啊，好，哦，那就这样啊。 要没什么事，我去先走了。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好，请吧。哎，刚才是说要每人先交150元的介绍费，介绍成功后再付一个月的工资，是这样吧？是。 150块钱对工人来说不算太少，但比起能找到工作嘛，也算值了。但在这之前，不管事情能否办成，这150元都得交出去。我这心里啊，总觉得有点不踏实，不知道工人们会怎么想。哎，做事嘛，总得有点风险的，这样。 回头我去动员大家。哎，要不再等一等？刘小军他们已经在网上给大家找工作了。哎，刚才那个贾经理不是说了吗？网上找工作没有他们快啊，网上呢还要人家去看再给回音。我说老刘啊，我看呐，要不这样。
咱们呢还是双管齐下，你看怎么样？哦，那就这样吧。好。哎，你听到了吧？是啊。哎，你们说说看，这事儿是真是假呀？怎么还有替人找工作这种活儿？有什么不可能？这年头做什么都有啊。哎，那这钱交不交啊？交不交还不在于你自己，反正我是要交的。哎，那你呢？你怎么个打算？只要有钱赚，有饭吃就行啊。改了行，那你学的造汽车的本领不就白费了吗？活命要紧。收拾东西，走人。为什么呀？哎，您看一下打折机票。陈北，哎呀，城管来了！哎呀，快走啊！出去以后，不要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情，好吧？千万别说这是个骗局。我从来没有这么优柔寡断过。嗯，我不知道我是做对了，我还是做错了。